想问一下，数据科学高级文凭其实是什么来的？数据科学高级文凭是按照现今资讯科技的需求而设计，课程涵盖的理论和实践紧贴市场需求，当中更包括一些真实案例研究，装备同学实现未来升学和就业目标。完成课程后，同学仲会获得由浸大颁授的数据科学高级文凭证书。哇，真的很吸引，但是不知道毕业之后的前景又是怎样呢？我们的课程得到不少业界伙伴的支持，例如有 IBM、Microsoft、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和瑞银集团等等，他们会提供不同的职场体验机会给我们的同学仔，包括一些 mentorship program、 实习、企业探访和嘉宾讲座，等同学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提早了解业内工作情况，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。不过我从来都未接触过相关的知识，会不会跟不上学习进度的？不用担心，同学仔获得取录后可以参加开学前所举办的数学与编程训练营，提供课程衔接支援，那开学时就不怕跟不上了。麻烦你啊 Dr. Lai， 那不知道要怎样报名呢？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详细资料，请click入以下这个网址吧。约定你，开学见。